大家好，到这个步骤，代表场景已经完成，要开始把作品变成图片，准备输出成海报或是放到网上发表。接下来就看看要怎么做才能让取景与 render 成品更完美吧。场景都设定好后，我们只需要在 Inkscape 中找到合适的取景方向。取景时可以从使用者的第一视角或是旁观者的视角都行，看自己设计的重点在哪里，就把画面聚焦在重点的物件上。接着到上方找到 Screenshot 按钮，输入自己想要的档名，或是直接用预设的日期时间当档名，再选取需要的图片格式，可选择 PNG、JPG、EXR、TGA 四种格式，选好后按下存档，就可以进行 render 流程，等进度跑完，就得到一张场景的图片档了。目前输出的图片是1920×1080的解析度，放大看其实已经不错，但是有些细节地方可能会糊掉，如果用在列印可能需要再提高。接着比对一下输出的图片与场景，发现图片比例不同，所以在输出后有些画面中的内容会被切掉，有些则会多出来，所以我们需要到 Inkscape 视窗中找到 Save Frame 的按钮，这个功能可以让输出画面与目前视窗看到范围接近，就比较不会出现画面与结果不同的状况。在取景时，画面是可以随意转动的，所以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视角，除非有特别的目的，否则建议可以用三分法的构图方式来找到室内的场景构图。三分法就是将画面分隔成水平、垂直各三等份，在玩摄影的朋友应该很熟悉，这种方法也称作井字构图法。在图中，我们把场景水平、垂直都分为三等份，中间区域就是我们要聚焦的主体。如果有人物，在室内或小区域的场景中，可以让人脸部刚好落在这个区域，除了能聚焦，也能确认自己的视角高度刚好在接近人的高度，避免奇怪视角出现。主体如果能够压在十字交叠处附近，就能有更多视觉上被聚焦的机会，而其他区域就是背后的场景物件，有点缀作用但又不会太过抢戏。奇怪视角最常发生的第一种情形是从下往上看的视角，感觉像是家中宠物趴在地上看人类的视角，感觉很不真实。另一种就是蜘蛛人的视角，从上往下看，这些虽然感觉能获得更多空间资讯，但与使用者正常使用的经验不同，在选景上建议避免。接着我们要设定场景，在 SketchUp 中找好画面位置之后，到右侧面板找到场景，按下加号就能新增场景。使用场景的目的是因为在产出作品的过程中，同一个视角不一定只会 render 一次，有时候新增了家具或修改了材质、更改了阳光，都要重新再 render 图片，但要找到一模一样的视角并不简单，所以透过场景功能，就像架设了固定的摄影机，未来就能轻松回到之前找好的场景。但有时候在 SketchUp 中不好控制视角，可以改在 Inkscape 中的视角管理功能设定，找好视角后开启视角管理，点选下方的橘色按钮，再跳出设定后再按一次橘色按钮，就能建立场景，场景也会同步在 SketchUp 中出现，两种方法可以交替使用。在建立好场景后，除了能快速回到本来画面位置外，还能用批次出图的功能，在 Inkscape 视窗中点选批次出图按钮，接着勾选要出图的场景，再到下方点选橘色按钮，接着跳出视窗，要选择图片存放位置，按下选择资料夹，就会开始 render 流程。跑完流程就能看到资料夹中出现刚才批次 render 完成的图片，以后有多个场景就不用一张一张跑了。接着要来说明品质及解析度设定，在 Inkscape 视窗中开启视觉设定，最下方的拉杆就是 render 品质设定，右侧品质较高，左侧品质较低，建议在正式图面的时候就开到最右边，虽然时间会多一些，但成品效果有着明显差距。这边我们将四个等级的成品并排，就能看到左上角的草图模式在色彩上偏蓝，完全反映不出贴图本身的色彩，天花板上的光影也很锐利，完全没有与周边光环境融合，
到左下角的中等品质，色彩比较接近，但右侧天花板交界处的色彩仍然偏暗，且天花板上的光影反应也明显过于锐利。右上角的高等品质开始出现接近的效果，这也是 InScape 预设的品质，效果还不错，但暗处仍然有点明显。到右下角最高品质，光影、色彩、明暗都更完美，但时间上也有些差异。在1920×1080品质中，最低与最高差距达27秒。设定完品质后，接着回到 InScape 视窗中的 Output 标签，解析度也是很重要的设定。一般预设是 Full HD 画质，如果要荧幕观看，这样的解析度已经足够。如果要输出成海报，建议 Full HD 画质可以列印到 A4， Ultra HD 画质可以到 A2。如果要更大，就需要自己设定。建议 A0 要到 8K 画质，也就是7680×4320以上，输出品质才不会太差。设定好解析度后，就可以回到 InScape 视窗中按下输出。这时应该会感觉到 Ultra HD 画质比原本的 Full HD 画质速度慢很多，所以画质虽然是越高越好，但是如果没有要列印很大的版面，其实还是选择刚好的解析度即可。输出完成后比较一下，两个档案的大小相差约4倍，所以在编辑排版时也比较容易影响电脑效能。接着我们打开两个档案，左侧是 Ultra HD 画质，右侧是 Full HD 画质，一般大小看不太出有什么差异。我们放大来看，很明显能看到细节的锯齿状有很大差异，所以列印大海报前别忘了来设定，否则印出来的海报就会出现马赛克般的网格，降低作品品质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